我要杀了这里所有。那里有宝物，武器店。 公子要什么？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公子要什么？本座要他，不卖。听不懂尊上的话吗？快给我把我拿下！不错呀，我有点喜欢这个小子了。真想当给你学坏了。尊上，魔族是这样工作的吧？不错不错，你很有潜力。 加油！多谢尊上夸奖，我得到了肯定。你别感动了，这花很贵的。没事。对吗？谈情伤感情，我这神采呀！不要！我不要这个小弟了。我要。你这是利用他的善良，他不能跟着你，他不能学坏。我不会让他跟着我。 我要让他入魔，他太有天赋了！东西拿好了吗？好了，随我来。我的花儿啊！黑晶石，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黑晶石三界之内只有魔尊可恋，难道他是魔尊？ 魔尊买东西什么时候开始付钱了？这里是华山。你老妈是在这里吧？是。喂，你带她来这里不会是想……放心。 我不会帮他救老妈的，我只是……别在那里偷看了，快给我滚出来！清源妙道真君杨戬。